咪咪早，巅峰等级多少啦？咪咪，波叔早安，好大呢！哇，这么黑啊！我的天哪、啊，怎么那么黑？呼，叔叔早安，米萨卡早安，好，晚上好，晚上好。巅峰十四哦，哎，我看现在好像可以入手哎。现在看那些影片好像都没有到不好玩的感觉。联农烈空座小玩一下，等下换游戏。是我最近不知道哎、欸，我就看了很多游戏也买了，但是买完之后觉得，我买来干嘛？我会玩吗？前期痛苦而已。哦，米粒早安，尼莫早安，米团早安。松马尾，哎、欸，安妮早安。哦，接通吗？接通早安，哎、欸，我切不回来了，救我，安妮救我！等下怎么切回来？哎、欸，完了，回来了，不按，好了好了，嗨，大家好，安妮早安，哎、欸，安妮，我发现我识别的原因，我好像找到了、欸，昨天番茄又帮我买了茶，结果喝完茶的当天我整个大失眠。我就是哎、欸、我一个多月了吧，已经没有喝了。然后最近因为变天不是说睡很久吗，就昨天番茄买的茶给我喝的时候，我发现我又失眠了。那个茶调饮饮料啦。喝个珍珠奶茶，我又失眠了，笑死、欸！哦，番茄哦，也不能怪他啦。我只是昨天跟他讲说，我突然又想喝了。他说：“对耶，我好久没帮你叫了。”然后喝完之后晚上睡不着，然后又到了早上。我好想给你看哦，真的是太早完成了，可还是给你，我再另外准备。晚安，这个造型，这个是那个、啊、那个什么，侏儒河马，你那早安。你现在是又要配东西吃了吗？哎、欸，你那边换冬令时了没？好像差不多了，对不对？想说今年几月啊？四月底哦，哦，那差不多。我们的时差又要变了，哎。这个太 Q 了，可恶！我应该要固定这个姿势，对不对？啊！知道哎、欸，我觉得 D 四我不会再去碰了吧？8888！哎，那米米他之后如果要玩 D4 的话，是不是也要买 DLC 啊？ DLC 才有新地图，对不对？新地图、新角色，其他就没有了。完蛋，我找不到，我真的忘记是第三个人换画图是谁了、欸，哎，吹不？找没有人。
反正就是想说啊，完了，又到早上了，还很有精神，还是开台好了。然后就是可能看个一部影片，看着看着啊，怎么已经九点十点了？好像体力还行，还是来开个台好了。就摸着摸着啊，十二点了，还是睡一下好了。完了，作息又乱了。哎、欸，我最近，我要回去练身体了，因为前阵子真的太热了，这几天凉凉的，开始可以再继续练了，时隔一年，这河马是什么？这河马，侏儒河马，很可爱、欸，啊，不喜欢哦。可是因为它太大、啊，然后它可以这个吧？哦，对，嘴巴可以闭起来。早啊，旭夜。早安啊！啊。找一个地图跟佣兵系统，我、哦，哎，那种东西好玩的一定是 DLC 啊，可恶！算了，我继续 POE 好了。我等一下是要玩那个啦，什么猫神什么的、哦。Cat God， 哎，到底敢不敢出啊？其实这几天都还是有刷、欸，哎，这边看不到游玩记录，我真的觉得好痛苦哦、喔。你看，永远卡在330小时、欸，哎，怎么可能嘛、啊？对不对？你看，光遇都快追上了，怎么可能？你看，动物森友会，哎，好玩。你看，宝可梦珠子哦，好玩。Monster Hunter， 啊，好玩。旷野之息。玩 demo 感觉还好。我就是不懂，没有我知道很多人在玩，也很多人推啊。我就是买了那一款后，我就想说，可恶，我买了，但是我会玩吗？我开始发现我很不喜欢动脑袋了、欸。以前就很喜欢动脑袋解谜或是一些策划策略的，在经营养成，但是年纪到了，脑袋不够用了，就觉得好能不动脑就不动脑哎、欸。你是不是什么都有玩啊，阿小？痛啥？刷黑虫，我都有在刷。你当作我真的都没有，我私下都没在刷裂空座的吗？其实都有的好吗？我还刷到手把没电几次了、欸。像上次要开萨尔达，要开的时候发现手把没电，真好笑。哎、欸，最近珠子有什么活动吗？除了新赛季的规则，哎，莉莉丝安安，早安啊！
结果耳朵会动那一种，吓到了吧？哎，就会配影片啊，看台配影片，然后就打开这个刷一下。而且之前用那个记忆手把，我本来用记忆手把想要记说就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发现没办法欸，他重开这个1分多钟，然后记忆手把记忆的有限。珠子只有出最强，还没杀好赛季，不是赛季啦，就有什么又有什么设围还是什么大量发生吗？你昨天还看到我的粉专2021年，哎，3年了哎，明年迈向第4年了哎，哎。他真的有吗？平行世界的我真的有刷到吗？我中间还是有开那个阿尔宙斯回去啊。小子安安，相信平行世界有。哎，平行世界的我应该有个是跟安妮在一起。本专闲置中，本专就是自从知道自己画画真的没有什么好丢的之后，羞耻心来了就不敢在上面 po 文了嘛，对不对？自信是比较出来的，这种图怎么好意思在本专上发文啊？我连自己 FB 都很少在发文了，怎么可能在？哎，之前本专人数还比 YT 人数多哎。嗯，你还在努力说古剑盾图鉴，全图鉴啊？活体图鉴吗？还是我们来开始设为全活体图片。哎，我不能这样子，我这样补的话，我的宝可梦银行一定要开，那仓库根本不够大。青蛙安安 ，SCC 安安。宝宝形态资深到，你说阿尔宙斯哦，阿宙，你除了阿尔宙神兽外，都有最终形态的异色。阿尔宙斯不是锁色尾吗？然后最近演算法又一直推安妮的阿尔宙斯给我，倍速刷闪的攻略。他一定今天听到我在玩阿尔宙斯，就是你那个吸盘魔偶的啊，每次都有吸盘魔偶在你后面猥亵的，在当花瓶在后面跳舞。啊、每次都在点开来看，姐姐来了，姐姐在啊，她一直都在啊。哎，永远有她的位置。你看我肩膀左边这是谁？阿尔宙斯只有 3DS 上有设位版。嗯，不是真传也有吗？啊、靠腰就有在就这个啊，真传不是可以刷阿尔宙斯吗？宙斯刷闪机制，哎、欸，简单就是你先找到你想要的大量发生，进去存档，
然后再开始刷。先打掉十哎十二只或抓起八只吧，抓八只或打掉八只。然后它不是排列组合都有不一样的吗？你抓打打跟打抓抓跟抓抓抓打打打的排列组合都不一样。完了，昨天才刚看完又忘记了。不是哦，我觉得忘记刷伞机制没关系，你绝对会忘记怎么在里面骑金角鹿，怎么用勇士雄鹰飞，怎么打开地图。对啊，就那个排列组，我想说干脆就算了，直接进去打满八只，抓满八只再开始，然后再存档啊，都没有的话回村庄再回来。我会回去听阿尔宙斯，是回去听他的刷伞音乐啦，但是这几次前阵子开的时候没有听到，没有遇到伞，就那一次开台直播的时候遇到娟娟的啦。哎呀，你在的话来看这个。嗯，等一下哦，我那天阿尔宙斯是在哪边抓的？这什么东西那么黑？啊，空气，你看热腾腾的三明治。然后画面全黑。热腾腾三明治。我那天遇到的在哪里？这个安妮，这个很好笑。你知道我那天直播跳这段的时候我大叫吗？我叫超大声的，我说啊可以跳了，一二跳的时候马上回头。啊还有这个，我被关厕所，啊，那干脆就不出去了，我觉得很可爱。剑盾限定的包含战马朗特啊。哦，这样啊。我该不会没有。我没有存那个娟娟的。我怎么会没存？好吧，那就算了。你们今天双十节有起来唱国歌吗？今天早上不是没睡觉吗？六点一到，看到好多台 V 在开早安台，他们唱国歌，我看到就有四个了。查德安安，
瑞瑞安安，七点才睡，五点翻到七点，完全忘记。啊，好，你挂台。我，我真的是12点多才睡。那时候本来想说11点半撑到就是吃，一开始是3点半想睡觉，然后想说啊，撑到4点好了，刚好喂一下卡比兽，卡比兽吃饱之后再睡嘛，不然怕睡到中午错过早餐。结果好，4点吃完了，手机滑一下啊，刚5点半了，然后就想说好，不能再滑了，手机放下睡觉。然后突然想上个厕所，然后从厕所回来躺着的时候，左右键的摸一下手机，就6点。然后6点就想说，好啦，看个电脑好了。然后电脑一打开 YT， 哇，几个在什么唱国歌啊？对，然后就开始发现奇怪，到底怎么？昨天也没那么晚睡啊，昨天大概三点就睡了啊，然后就想着什么，想说，然后就盯着桌上的这杯饮料，我想说啊，该不会就是因为喝饮料吧？我对咖啡因的抗体真的有这么差吗？被蛇吓醒。我中午11点半被蛇吓醒，他拉在我身上，我觉得你有养蛇哦。然后嘞，他是拉什么在你身上？你还说作息正常，蛮正常啊。本来是很正常的啊，啊就突然乱了啊，这也不能怪我吧。今天有 LOL 的世界赛还是什么吗？我怎么看推荐的4个频道全都是 LOL， 英雄联盟。蛇的排泄物，你是蛇在放养着养哦？蛇的排泄物不是会整个一块的出来吗？我今天中午醒来看手机，前公司的同事通知我领薪水，领完薪水交完费。玩滑个手机就6点吃晚餐了，抱着睡。你是养黄金蟒吗？我觉得蟒蛇呆呆的很可爱啦。蛇多大只啊！哇，有我前面这个大吗？这叫裂空做的。缅甸蟒蛇黄金蟒是白花的点，我养的是象牙白，多大条？几米长？有比你高吗？有比你长吗？2公尺。然后你抱着它睡，天哪、啊！你几公分？我前面这是实体大小哦，我低头看一下，没有了。它，
哪天被吞欸。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养蛇，我不知道啦。但是我那时候有看到文章，不是就说什么他的蛇最近食欲越来越差，都不吃东西嘛，然后又特别很乖，就是都会让他抱着睡。然后结果兽医师跟他讲说要小心一点，你的蛇可能把你当成猎物了。他会不吃东西，就是要把肚子里面的那些啊清干净，然后准备把你吃掉，然后会乖乖抱着你，所以是因为他在用身体在测量你的实际大小。如果说发现可以的话，就把你吃了。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文章啦，因为自己没养，不知道啊。就网络上文章很多，喜欢到处看，对不对？那种不熟的人都喜欢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然后总之都会有一些专业的在底下留言讲一些事情。心机好重，也不是啊。少数，你是说那个文章是少数？我看一下哈。太小只了吧，白痴哦、喔！我以为是很粗哎、欸。哎、欸，好可爱哦、喔。但是请好好放在培养的盒子里面养吧。啊，他都吃什么啊？那种饲料鼠吗？你说两米长，我想说很长啊。大白鼠，它是活的还是冷冻的那一种？不是都有卖专业冷冻的吗？我们继续聊这话题，是不是有人会不舒服？我们还是话题到这哈。有时候我都会幻觉，以为它是黑色的，会跳回来看一下。嗯，可以不要喂兔子吗？哦，那就好。它这么小可以吃全鸡哦，番茄安安，哎，番茄，我找到失眠的原因了啦，想安你想太久了，没有啦，我发现好像失眠的那阵子都是因为喝了李记的茶。好像是这个原因。那有咖啡啊？不是哦，我知道茶有咖啡，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也会喝纯吃茶那些啊，可是纯吃茶那些的咖啡因就没那么重。不是，我喝这么多，喝了几个礼拜、几个月了，应该说我喝了几年的调饮都没事，就李记的问题怎么那么严重啊？我会说废话，天哪！不建议睡前喝茶类啦，不是哦。你昨天下午五六点买的，我三四点才要去睡觉，我还睡不着哎。你觉得我睡前是怎样？啊啊哦！
M 是怎样？好了，再刷一只，换游戏，雪莉不见了。嗯，是自然安，是市长。泰拉灾厄是限定大世界吗？欸，好像是欸，欸，因为它的地形有很多是额外做的。它有什么？它的海洋有一边是，对，它有一个海洋是特别的，然后有一个地下水的地方，对，那些弄一弄，真的就是小地图没办法弄。它地图其实蛮大的，哦，你在开灾厄玩是不是？哇，那你应该有半个月出不来了。一个人大地图很累，不会啦。因为其实探的就是那几个图啊。跟凡金打架，我果然打不赢。干你白目，你就是那边喜欢跟我玩911呀，妈的，我明明没怎样，直接把我拖到外面去冻死。欸，可是我好久没玩了，欸，我那天是看到你们家主播在玩的时候才载回来，欸。好，玩游戏。还是要来猛兽派对。你那招不叫会啊？谁不会那一招？拉着跑而已，谁不会？不是，我们要替队友着想好吗？你队友都还活着，你就这样死掉，你这样太辜负他了吧？自爆兵一换一也不划算啊，你又不是最后在吃鸡的时候跟我一换一。对不对？你看，又不是说你们是两个人，我是一个人，最后剩下三个人，你们两个我一个，你这样自爆才有用啊！现在开局四队啊，你只是把我拉死，你的队友剩一个人啊，他也会被针对死掉啊！你这样自爆其实没有用啊，对不对？你这样子。好，如果就算我是在场会玩的，那你只是用你把我换掉之后啊，结果嘞，那是不是剩你家主播跟你的队友，这样会被针对的打？你有救我，只是你被啊？什么时候啊？我觉得很无辜。我每次要救你们家主播的时候，他都以为我分不清，我把他丢掉，结果。他后面有意识到我在救他的时候，他把我打晕，结果我就被丢下去了。没事啦，那游戏我其实玩的想说开心玩就好，可是感觉后面他们好像玩的更开心，就是都在抓你们家主播。你有救他，后来不是敌对吗？我又跑去救他。后来好像是我跟那个阿良吧，阿良一队。然后每次看到他，我就是都跑去抓着他而已。哦哦，好大声！啊，干这样，各位啊，耳朵不好意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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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我不会玩哦。
Home 一天只能换十只。滑鼠皮肤哦，啊，听说很毒啦，但我不知道毒在哪边，所以猫神教你教会你赚钱与谋生还不够吗？嗯，繁星拜拜拜拜。家族选择，鸟类家族。米米教我，爱心管理员，我叫黑仔，大家都叫我黑仔老师。猫神牧场的公主，可不是那么好干的哦。这里每天都有不同的小动物排队祈求得到猫神大人的祝福，以后就交给你来帮我筛选吧。记得配合好他们，按时上工。我猫币哦，否则你就等着被开除吧。你需要那合理安排动物上场，赚取钱钱啊，给猫神大人上工。首期上工金额是20。需要在5天后上交。既然是新来的管理员，就让我黑仔老师教你一下吧。2-1阶段，1-2阶段，每个阶段需要在指定天数内获取足够的钱，完成上供。哦，这个、哦，好嘞。第一天，游戏目标。通过每个阶段上供考验即可过关，获取金币，每天获得的钱数量由场上所有小动物的贡献之和决定。爱图斯按按，点击查看动物信息。当周围有公鸡时，有 20% 几率繁殖一只小鸡，每只小动物获得的金币数量由基础贡献能力和两个部分组，是吗？每天给一颗哦。对，刚刚稍早不是有说那个吗？动脑的游戏，我发现这好像要动脑哎，感觉后面真的要打打杀杀的就好了，单纯打杀打杀就好了，不喜欢动脑。哎，米米，黑帝斯2什么时候出啊？先前试玩版没玩到、哦。哦，周围有空地加二，没有折减一。这是啥游戏？猫神牧场，有兴趣吗？这个就是。这怎么介绍啊？就是我们反正就是我们要赚钱嘛，然后每只动物的那个能力，你看现在就是我要挑，对不对？他说反正就是你看母鸡是加钱，所以如果母鸡周围有公鸡的话，我们可以再生小鸡出来，这样就有更多的钱嘛。对，像这两只一公一母嘛，然后它就是有几率生出一只小鸡。其实这款前阵子很多人在玩了啊，这款我其实很早以前就在愿望清单内了，就只是他们在玩，我还在犹豫的时候，喵哈就直接推游戏给我说，有啊，这在我的愿望清单内啊。他说买了吧，然后我就再截图给他看，嗯，已购买。小孩吃得很开心，小孩很喜欢。你要吗？这个你实定搜寻 CAD GAD 就有了，还是我贴给你？
因为我，不要看我玩游戏说很厉害还是什么，我其实都会做很多功课才玩啊。像萨尔达还是一些游戏是我没做功课就在玩的，我吸收就其实真的超级慢。尤其是玩桌游啦，我其实碰到新的桌游啊，像我昨天跟跟一个 V 在玩，跟他的观众呢，不是，来我先讲哦，我们没有单独玩好不好？是他的观众，然后再加我。那时候在学一些新的桌游的时候，我就吸收超级慢，头超痛。谁在玩？安爹，然后他的观众，然后他的朋友，再加我。可以想象，就我只是他的观众啊，进去陪他玩。做功课不怕爆雷吗？我其实不怕爆雷啊。你看，像我悟空是不是到小西天后才比较会玩，对不对？我是到了小西天后改成戳棍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切手技，什么是那个识破。不然前面是清狂 A 到底啊！吼吼安安，早安！我怎么每次要进去看你泰拉的时候，你就在休息，不然就在睡？在休息，然后马上就换成瓦罗兰，我好难过啊！对啊，你在捡垃圾啦，今天改成垃圾，外公啊！对啊，我其实不怕爆雷啦。你看，像我就是没被爆雷，结果我的悟空是不是第一周目然后打了那个二郎神，结果打那个谁白眼魔君跟红孩儿的时候没用到法器在那边跟他打，我去玩专家玩大师啦，玩大师。不用玩专家了，真的改大师比较好。有坐骑，有宠物，多很多东西，专家模式拿不到。晚点会玩，再玩一点是不是？好，但是你真的要强烈建议你的观众不要偷渡，然后很多东西真的让你好好学，不要什么都丢给你。亲爱的，慢慢来好吗？你也跟我讲慢慢来，可是你的观众都在。你知道我后面真的想要看你玩泰拉，但是我真的看不下去的原因，是你的观众都在灌肥料给你耶，我真的好痛苦哦。你看你莫名其妙，你其实身上很多武器，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合成的，对不对？你的装备其实已经到了，但是你永远都在穿等级低的装备。然后饰品也都没有合一合，我想说，干嘛都不好好教你，都直接塞给你，我觉得好痛苦。对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很少出现？一出现就是噼啪讲一大堆。没啦，我知道每个人玩游戏方法不一样，我想说你那边玩游戏的方法是这样，我就不会。不会去介入太多。我那天会讲很多，是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是哪有人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进来，然后都塞给你，然后你还不好好教你的？我那天真的是啊，我真的气到。好，继续玩，然后嘞，新的一天。哦，周围有空地被吃掉，什么被吃掉？他要被谁吃掉？黄鼠狼与其他攻击相连。其实好像蛮简单的，妈。捕食一只相邻的小鸡攻击母鸡啊！要这么残忍吗？哦，我
我对数据会有感情耶，吃鸡肉咯。好痛，好残忍咯。哦，所以要赌他被吃掉是不是？ OK OK。吃他。哎、欸、不一样哦，白吃哦。你的上攻上期需交给猫咪20。OK， 没问题。你的上攻金额是50，需要在5天后上交。哎、欸、这跟我之前玩的一款游戏很像啊，一个像兔子农场的。被我吃掉吗？谁想被我吃掉？每个阶段结束会获得罐头，每拥有5个会有5个会有额外的1个可用于商店购买。好的，跟之前那个兔子农场很像。哎、欸，对对对，你记得？哎、欸，你怎么在学我讲话？哎、欸，我也有买那个兔子农场。哎、欸，你知道它有出二代吗？还是我们明天来玩个兔子农场？徐烨，你是吃了我口水是不是？啊啊什么啊？猎狗之牙，当猎狗在场上的哦。你可以在这里查看。哦，小鸡。你是看我玩才玩的，哎、欸，谁被吃了？干我的母鸡，对不对？啊！你不吃小鸡，你吃母鸡，好坏哎、欸！先换一个，好的，英美，乖，提高罕见稀有动物出现几率。来啊！啊，养这只好恐怖哦！来、啊，你吃它，吃臭鼬。呜呼！臭鼬。来来来，好多火鸡让你吃。又死了一只，支付，恭喜你，猫神大人被你喂饱了，车子合格。啊！上供天数，其实好像还好哎，小动脑而已。为什么？每隔2个阶段会选择2只，额外给2只动物。哎呦，决定。哦，换这个猫神这样子吗？我看喵哈玩，对啊，喵哈前阵子都在玩这个啊，就是喵哈叫我买啊，我说好啦，我买了啦，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还好哎、欸，我还在犹豫哎、欸，不要犹豫了啦，然后等他打完的时候，我已经购买了，购买我马上贴给大家看。哦，这可以选择。来，我们要解锁鼠兔家族啊！通过擎天牧场难度4，难度4是不是走了轻轻松松了？擎天牧场难度4，那你们不一起玩哦？它是单机游戏啊。怎么有怪怪的牛？今天的农场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上供了不少，上供少了可不要找借口哦。25块钱，兔子会被吃掉？会啊。
不是不可能有 50% 的几率把一个箱啊啊啊啊啊啾啾有没有母鸡母鸡呢三天后自动出售哦可以不要攻击了吗你的上共要50块，好的。什么？斗士天赋？羔羊只能成长为山羊，山羊一出后，金针羔羊会继承。哈？哈！我现在表情就跟我头上这只河马一样了。哈！有了。嗯？有没有那么衰？有那么衰？太衰了吧！你的上共100，好的。空地加一，地形。什么意思？哦，这个。一定要吗？被吃掉，添加一只牛。哦，一定要用残忍吗？哎呀，哦，还可以跳过，那就好。跳过，哎，好挤哦。完了，他没位置不是会扣钱吗？呜呼，哦，难怪要开始吃。雪霞安安，晚上好。没位置了。还 OK。没保护一只。这什么意思？阶段。哦。好像可以把这个都卖掉了，对不对？臭鼬，
我们可以不需要臭鼬了。什么？每隔六天成长一次。牧羊犬。什么？吃的越多，赚的越多，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不容许那么恐怖的东西出现。啊，怎么有火鸡？家猪？哎，这可以少一只了。洛洛伊安安，早安！哎呦呦呦呦呦！将一只相邻的普通动物转换。哦哦，这是什么酷东西？狸猫。完了，口烂。等一下，怎么有？没罐罐了，怎么有猪？哎、欸，怎么乱变啦？啊！等一下啦，这个狸猫在搞啊！刚才变了什么？这是什么？场上没有一种动物的数量大于三则加一。哦，小薇安安。哎、欸、哎，危险危险！好啦，让你吃一吃啦，反正没有兔子在场上。哎，那边吃牛，你吃啊，你吃啊，你吃嘛！你的共金已经到250、28 ，OK OK。什么鸟跟什么主兔嫂嫂啊？哎，碰干，你要吗？我贴给你啊。你要这款游戏吗？我可以，咱们不是买给你啊，你要吗？等一下哦，复制连接。我们碰杆也是很会玩英雄联盟，好扯。这款也给你。露什么手？什么露啦？烦嘞、欸！属性瞄一下。那我要把椅子坐好，哎呀，我要坐姿坐好了，哎，烦呢、欸，不要小看这个露手啊，这个露手就让我的脚不能抬起来啊。好了，哪里烦，我就不能把脚放在椅子上了啊。吃肉，吃鸡，吃小的，吃小的，吃小的，吃这只，吃这只，吃这只。哎、欸，它是不会吃吗？相邻的动物被吃掉加三。啊！
哦，他不会吃哦。哦，怕什么？返回。哎、欸，好满哦，不行了哎，要移出。完了，好像真的要请一只吃肉的了哎，还是根本不用？嗯。烘干安安，你关了吗？警察，警察分页。哦，关了，就去谁那？你就去看英雄联盟。好，好，笑死，有吧？有在挂台的吧？所以这是世界赛哦，因为我旁边，啊啊，什么东西？吼！怎么变大猫咪了？相邻所有的有蹄家族，哦，他只吃有蹄的哦。哦，真的哎，吃掉变小羊哎。吓到我了啦！有个草泥马，大吃一波！我的天哪、啊！这游戏怎么那么快乐？吃羊，对不对？哎、欸，他连小只的都吃哦！哇，那好像有点……吃，哎、欸，吃它，吃它，哈哈哈！不错不错，既然进到现在，再多上攻一点吧。420哦，下蛋几率100%，无法被捕死。Go、啊！我要什么有蹄的、啊，还可以哎。滑鼠，英雄，哎、欸，对啊，这个是英雄联盟那个的、啊、阿狸，这是什么啊？好像是魅惑师，哎、欸，好像是那个，哎、欸，看一下啊，啊，忘记了，就是好像阿狸的。魅惑时代吗？还叫什么的？哦，下蛋了，下蛋了！哈啊！怪怪的，怪怪的。八星。傻袍子，哎、欸，我记得这只动物很笨，笨是笨在好像有什么同伴被杀吧，他会很好奇走过去看他怎么死掉的，然后继续被杀。出现一个相邻的地块上非绝迹生物，嗯，这可以移除。哎，互相变也太白痴了吧！你怎么知道啊？你也有一个啊？
白痴哦、喔！把这些变一变啊，好烦哦、喔！把老虎办掉，把老虎办掉。我变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没拜拜没。我的天哪、啊！我的鸡呢？啊，我的鸡呢？哎哎！全场最佳，我白痴，我的鸡呢？你解锁什么？猫神。水獭吧，卖身契，选择一只动物签约，被签约的动物每回合都会上场。哦，今天农场没有受到任何负面的状况影响。选择又是动物，好吧，就你了。新的一天，啊，吃掉是不是？哎、欸，不会吗？等一下哦，不超过三只。哦哦哦。哦、啊，他说上场是怎样？哦，其实可以超过，只是出来的格子会有限就对了。哇哇哇哇哇哇！可以，好像知道怎么玩了，好像不难，都玩到现在了，还在那边不玩，不难。蛋呢？手手好好看，双眼我好奇怪。你谁？你是莉莉丝哦。感谢150块，感谢。哎、欸，你要我可以接啦。我这样讲起来好怪哦、喔。你要我可以画啦。你要我可以接啦。
刚来这局主要什么流派？我是新手，这游戏打开不到半小时，我不知道乱按。现在在什么擎天牧场二，难度二。还是新手，想说好玩之后无聊可以打开来玩。接受什么？你想要什么？因为我其实很早以前玩这类游戏吧，都会去看人家网络上说什么有什么流派啊什么之类的，就先摸过嘛，先摸过之后去网络上看，看了喜欢就拿来抄。哦，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陪蛇蛇玩，小心我叫他陪我的玩，没有啦。所以你再贴你的那个啦，人设那些给我吧。然后就莉莉说：“哎、欸，我有200，我有200公分哦，哦。”你真的有欸。你想我了。嗯，你现在巡回到哪边了？稍早在番茄那，刚刚还要去哪边啊？乱讲，我最想的就是你。好了啦，作业。专一代表，我知道啊，我没有说什么啊。你是小静的贴图吗？不是。哦，可罗兰不是可罗，不是罗莉安安，这是 DBD 台的贴图哦。因为我有认识小静啊，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有这，他也很喜欢拍大星。大点到白痴。他喜欢派大星，我喜欢，但是没有用啊。爱情讲究的是什么？你情我愿啊！我画面又黑了。好啦，爱我的话送我一台荧幕吧。我最近荧幕一直闪黑屏。对不对？你情，你情我不愿的话，没有结果啊。是我这个萤幕已经，我这个萤幕比我的绘图版还要再年轻一点点而已，哎，
我这个绘图板已经12年以上了，我这个荧幕大概也有10年了吧，应该要换一个可以到2580的显卡了，不，荧幕了，应该说应该换个可以 4K 的荧幕才对了。他说显卡都已经弄那么好了，你的萤幕怎么还在1980×1060 1080啊，什么1060 1080。爱他就是舍得为人家花钱。好了，朔夜，看来你的爱还是太没有温度了。江陵动物会获得额外的钱。这叫的真的是很好笑。妈，太难过了。难过什么？这游戏叫什么啊？来，这个点进去，然后是我的抖内网址。来，什么？点进去就是我的欧付宝，我的绿界。哦，羊驼好强哦！刚是羊驼狂叫吗？已解锁这什么四不像乡邻动物？乡邻动物，你除食将一半的钱分给其他乡邻动物。哦，近期抖最多的就是你了，哇！那近期最会抖的人就是你了，哎，近期抖我最多的人就是你了，哎，跳过。所以我才思考说，我真的要开委托了吗？你的上供金额到460，等一下哦，水洼，场上空的巢穴有10%几率。最上方的一盘动物获得乡里，哎，刚好。蛋呢？各位。羊驼好强哦，赚加一倍啦，就你了，羊驼了。哦，已解锁，周围 X 的地块。这样的动物加一，差为连续出场天数。好，
感觉我可以把这个换掉了、欸。750，哎呦，已经到了哎、欸，这个复制前一天的钱最多的动物，复制前一天获得钱最多的动物，每天有15%几率获得额外的动物血，空地加一。我刚想说，怎么会有空地加一？空地上面会有钱，原来是这个哦。我以为是额外加一个空地耶，白痴。天香安安，哇，怎么多狗狗？呀，啊，是天吉呀、啊，白痴啊，什么天香？啊、抱歉，荧幕太小，聊天室太小了，太多口水了吧？没，谢六六的三场观看，全场最佳草泥马，哦，玩具，确定，是哦，
南部山。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嗯，不会是吃东西的流派了吧？等一下哦，把一只相邻的家猪变成野猪，场上的野猪大于20，攻击。哇，等一下，我在玩什么啊？羊，绵羊。哇，压哨欸，我的妈！我还想说应该要死了吧，就不活了吧。每隔三天，空地增加一只羔羊。每隔三天增加羔羊。我是不是玩错了啦？要开吃了对不对？完蛋了，来一只可以吃的了，哇哇哇！
快来一只可以吃的吧。哦，没有吃的。还不能卖。哇，我头痛了，头痛了。江陵的动物被吃掉。电猪吧，不是啦，电野猪吧你。没变，你好倔啊！你、欸、这可以多买、欸。得了，开吃开吃，给开吃一罐啤酒。而且老鹰不在，哎呦！要吃了吗？哎呦！喝假，喝假。好的，等一下哦。场上一只稀有度高的动物不会退场。哦，挡住了是不是？一二，老鹰，还有公鸡，那来自母鸡，你们这个去 DC 打吧。等一下，你是保护羔羊、绵羊、山羊，不是？原来不是保护鸟鸟啊！你没进 DC 哦，好啦好啦，算了，那就算了。怎么养出老鹰了？呵呵，哦。公鸡要死光了，哇！公鸡死死一只，山羊被吃掉，现在干嘛？想办法苟过房租的钱。是吗？所有动物的幼崽的成长时间变回原来一半。
现在就是要活到能缴出房租为止。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哎，有了灰狼。牧场还是现实？你猜啊，让你猜猜。母鸡。害羞，你昨天怎么没有陪九口玩啊？你都出现了，怎么没有陪九口玩？鸟类无法被捕食了。哦，我跟别人玩，我要玩另外一款游戏。我知道你要玩另外一款游戏啊。人家难得 Joko 有在耶，你那个朋友应该平时都在啊，对吧？九口不是随随便便就在的呢。熊猫，就你了。主要是今天上班少来，你昨天晚上三点多还在。你少来，玩姜饼人哪一个啊？跑跑姜饼人还是姜饼人王国？应该是姜饼人王国吧。这东西看个人啊。哦，房租过了，过了，过了，不怕了，不怕了。狗这种发挥到功效吗？狗完全没有做到事啊。快！你给我乖乖做报告。有了，我们有兔鼠兔了。但如果鼠兔它要给我用吃的话，直接卸载了。选择一只动物，将其变为更高稀有度的动物。每三天加八块钱。动物选择时有 20% 几率翻倍。哦。欸，要过四阶啊，白痴哦，我以为有了。哎呦喂啊。兔姬安安。早安早安。难度是出发。
主播们个个都是时间管理大师，你是指什么？你在讲什么东西？哈？你在讲啥？哦，还好。早安。那个玩戏玩多久？那个、哦，你不够干的话，但钱可以解决啊。对对，现在手游哪个不是撇出干啊？哪个不是钱叠出来的？羊驼水啦，江陵的动物。天鹅呢？我没看到天鹅，可恶。哇，我想养鸟。哇，欸，你是谁？素懒待在原地，每天消耗一个，获得五天后离开。哈哈，我没有饲料咯。我站着赖着不走欸。火鸡啦，
家猪无法被野猪同化，两者相邻的空地随机繁殖一只同类。哎、欸，吃它，吃它！哎、欸，赶紧走，吃它！有好的火鸡不吃，你吃母鸡。我活得下去吗？我活得下去吗？好像没有办法。还要不吃火鸡啊？真的没有办法。哦，可以了。就马上叫出来被吃掉，大叫！哎，怎么你又跑出来了？怎么有树懒？你好危险欸，哦，好险！皮了，等下啦！还没钱，还没有罐头移除，哎呦喂啊！感谢雨天水母的十小起点。公鸡变老鹰，把公鸡吃了。哎、欸，玩玩看。950欸，好难哦。拔一出。
哎、欸，好像过不了了哎、欸。对啊，剩三天，哎，等一下回去重弄一下。等一下啊，放弃。食肉家族，确定？请选择三个家族别啊！我以为可以编掉啊，玩具。好，不够。来养鸟啊、没有兔兔养养鸟。肥了再卖，哈，过不了，重新开始，那局太烂了吧？难怪说适合时光屋，莫名其妙，真的是莫名其妙。不要再攻击了啦！这纯粹来搞的吧？我最近也在拉肚子哎，我昨天啊。早上没有睡好，另外原因也是因为都在拉肚子。哈？这什么意思？等一下，你这次是吃什么？我不是，很开心。
哎咻！好的，有了，抽中了。三只公鸡，哎，兔兔安安。怎么又有你？不要来吃我的罐罐，躲开！啊，算了，给你吃，给你吃，你吃你吃。九个，这个，哦，四个，公鸡太多了哦，我要养老鹰了哦。啊，叫老鹰下来了哦。太多了哦。老鹰呢？来，下来抓。老鹰抓公鸡。哎，睡啦。老鹰抓公鸡，每三天加八块钱，所以是5块5块，其实还好哎。兔兔展，兔子早，等一下，这什么鬼？这个你要玩吗？我贴给你。这个很简单，这就是东点西点，东点西点。找一下你肚子，我等一下又想要拉肚子。我现在在解这一关，这一关我打过的话就可以养兔子了。啊，
就是简单来说，养我不用破关了，肯定要养吧。他就是你看，像现在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上面会有跟你讲说，你看这上面是每天会给你2块钱，那这是每天不会给，那这是每天扣你1块钱。但是重点是第二，就下面这个技能就是，如果他有跟其他这种什么有蹄的动物啊，他会额外再加1块钱，所以是3块钱。然后他是3天后会变成公鸡、母鸡或火鸡这样子。啊，绵羊的话每天不是扣你钱吗？可是3天后就是加7块钱，所以说是额外再给你4块钱。然后就是我们就是隔几天就要缴一次房租，这样子，这游戏就是这样玩。然后刚刚也有像这种嘛，那么他就是只要吃了那个鸟类啊，或是鼠兔，这个我还没解锁啊，这个我等一下过的话就可以解锁。就他只要吃任何鸟的话，他就是会就是额外加5块钱，所以是一天是9块钱。但太残忍了。你跟我说一件事情哦，这算数游戏吧？欸，我以为是很难算，但是反正就是丢进去给他们自己跑嘛，就搓一搓，选一选，然后就你看新的一天。你说，小薇我听。什么动物？肉食家族？靠腰啊！我没有肉食家族吧？有啊！感谢追随 ，Allen。所以我现在就拼命在养鸟，给老鹰吃。我等下选一只老鹰。什么老鹰啊？它怎么都是咬我的天鹅啦？我天鹅原本有4只哎。火鸡、公鸡、母鸡。好啦，养你啊。我买了一张新的 Switch 记忆卡，然后装上去无法载入游戏。我以为记忆卡会卡啊，我就去问姐姐他们。姐姐他们是哪个姐姐？我认识的姐姐还是我不认识的姐姐？又是无法游，结果研究一下发现是什么叫无法游戏卡？啊！那几只啊，太多只了，返回。
你拥有的罐罐数量小于零，最多负债。哇，可以负债哎！哦吼，无法载入游戏卡，为什么？这个我不懂哎。然后问番茄。完全没关系哦，那怎么办？你怎么最近状况那么多啊？你一下小起点出问题，一下 Switch， 你是跟我一样水逆啊？我最近也蛮常水逆的呢。我们很常，我就是在水逆呢。我要去偷看一下兔子今天有没有开台，开台通知，开台日10月10号有会开。好，我带好机了。我觉得我不是萨尔达智慧在线，是小伟智慧离线。什么？在讲什么？啊，你是萨尔达啊，智慧的再见。孔雀，使所有相邻的鸟类立刻加二。如果相邻的都是鸟类的话，则加三。啊，就你了。应该把老鹰卖掉的。老鹰？有位。等我贡献之后，我要把老鹰卖光光。好诶，卖老鹰，卖老鹰。太算了，移除。然后我就要养一大堆狐狸呢，有狐狸就要养狐狸，对不对？所有的有体刷新，哦，没有狐狸。我要狐狸。才卖掉哎、欸、啊，好气哦。来得及吗？剩两天呢、你吃火鸡是会死吗？那吃一下火鸡嘛。没狐狸，凉了。凉了，好啦，老鹰来吧。
没了，怎么了吗？好气哦，重新开始。哇，最近做了很多蠢事情，来，请说。重新开局，哇，刷到，哎、欸，当不错哎、欸，两只，哦，老鹰贡献很多，不是，我怕他吃掉孔雀，哎，后面抽不到狐狸嘛。我很抱歉，老鹰可以回来找我吗？在大部队闹钟没关，让几千人听姐的早安歌。你这个是在打广告吧？哎、欸。胶囊是最多三只吗？还是两只是极限啊？每上供一次，哦，最多三次是不是？啊！本来想说都凑天鹅啊，凑不到，就天鹅都被老鹰吃光。小静生日快乐！哎，这个小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很喜欢派大星的那一位，对，就是他，他今天生日，快跟他说生日快乐。没错，就是他。来哦，百灵鸟，哎，所以我弟心里没看到是不是？养太快了、欸、白痴哦、喔！哇，没攻击，嘴巴空击突然安静，没有攻击啦。哇！哦，有了有了。对嘛，好好吃，好好吃，火鸡不吃。
哇，亏！妈的，被你吃掉了啊！哦，对哦，可以锁哈。哦，抱歉了，抱歉了，下次，下次。这难度几啊？三，我还是个菜逼吧，还在难度三。我让解锁那个鼠兔家族啊。母鸡。怎样？小静难度几了？五，卡住哦。哦。哦不，吃吃，真的太早养了哎。攻击灭绝啦！我觉得我可以重来了耶，我的鸡鸡都没了。鸡鸡没了，我看你还是别养鸡了，没错，我们养，我就想养天鹅啊。想养天鹅跟草泥马出不来啊，哎。啊！为什么是减一？谁在那边捡我东西？啊？超过三只？哪一个超过三只？啊啊！十哦，我以为是交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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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啊！好了，现在懂了，懂事了，懂事了。你，哎，谁没有被伤害过，对吧？请卖掉，要卖哪个好啊？我看一下哦，狐狸没用了。好了，狐狸没用了。你都这么有礼貌的请我卖掉了，我能不卖吗？请放弃。什么东西？每个阶段免费重载一次商店。好的。请投胎哦，没问题，没问题。现在马上投胎。玩具。决定。
哎，刷手抽，刷手抽。我可以关视讯了没？我想把脚放在椅子上哦。哎，这样不错哎。不可以，拜托啦！什么东西？你是谁？你拍腿的视讯不行，脚更丑，有腿毛，有腿毛啊！看屁呀、啊！腿毛什么好看的？母鸡繁殖率，养母鸡就是要拿来吃的，对不对啊？哇，繁星玩这款了，对，我终于玩了。嗨，叶子。叶子，小静生日哎，快祝她生日快乐！我不会再被骗了，三只了，好，新的一天。对啊，国庆宝宝，我那时候永远记得他跟我讲说他是国庆宝宝，然后国庆日的时候竟然还是忘记了，我觉得我好不是个儿歌的偶像。虽然他还是最终原谅了我。到底是干嘛的啊？看他感觉很强耶。我也忘记今天是国庆，是今天早上想说怎么一大堆 YT 在那边跳唱国歌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笑。给我羊驼吧。啊，感觉真的要吃的哎，没办法哎。你是个连生日忘记的人，有哎。
为什么变减二了？为什么？谁在搞？谁在搞我？我怎么变减二了？嗯。还是我拿到什么诅咒道具？哎，为什么我变减二？路，周围地块上的动物加一，可是它只影响到周围的动物啊。跳过。哎、欸，我他来吃我钱了，妈！拥有的哎呦，至少可以负债咯。其实这个农场蛮有良心的嘛，请他们离开还会给罐头哎、欸，而不是卖掉哎、欸，很佛心哎、欸。小动物。再卖一只狼，不够卖了。哎、欸，有罐头了。卖狼吗？我想卖掉那只臭鼬、欸。哎。哦。每两天加一个罐罐，两个，哎、欸，负债，对耶，我可以负债耶，想什么？在想什么？买买买！我是不是又该养狐狸啦？嗯，
奶牛。剑齿虎，我有吗？我没有吧，我只有老虎哎、欸。他好像鹌鹑哦。刚刚视频那个是干嘛的啊？我刚好看到，可是我没有点任何吃的东西啊。老虎吃50只变剑齿虎。哦，这样啊，好，没事。结果明天玩的时候，发现我已经不是今天的繁星了，已经不是双十节的繁星了。已经把游戏删掉了吗？还不会嘞、欸欸欸！怎么又扣了谁？我看到了、哦，等一下，嗯，哦哦，他满了啦，移除。想说怎么会？我记得我没有买啊，猎狗之牙。下一阶段。哎哎！哎哎！50所有相邻的是什么？有蹄吗？有蹄家族？哎，有了草泥马。哇，怎么那么幸运啊，天鹅哎、欸！随机出售一个相邻地块上的非人龙。请帮我把它卖掉。他把我两口卖掉了。他把我的羊驼卖了，你敢骂嘞？怎么很棒？很好吗？我要羊驼啊！你们在搞我吧？我自己选的，我选的啊。但他选我的羊驼卖掉、欸，哎。这不对吧？他不能这样呢。然后七啊，卖掉他很好吗？可是我要留他呢。什么意思？刚刚谁不见了？
哎、欸，我过了哎、欸。啊，我那个掉了一下，喉咙好痛。嗯。哦，过了，过了，过了。游戏来玩这个，对啊，小猫安安，小猫早，小猫，应该说早该玩了啦，播到现在才玩，因为今天真的不知道开台开玩什么，难道说要打 LO 吗？LO我又很烂。早，木木木，孔雀，一机二 DLC， 其实阿旺他们有找我玩啊，可是。一机二就很尴尬啊，三个人欸，你也知道三个人这种尴尬的数字会发生，就是今天有四个人，可能就一个人要落单的玩。反正多人游戏就很尴尬啊，像魔物猎人也很尴尬嘛，四个人啊，万一有五个人要玩的话怎么办？对吧？虽然是没差啦，他们也很乐意带着我跑，带着我打。所以我的技能，什么技能？你说一击二的技能吗？哎、欸，我还没过，白痴！我的技能坐下，什么技能？你是左下这个啊？怎么了？不是他，等一下给我乱变东西，我会哭啊！他刚刚稍早变的那个什么狸猫哦，给我的东西乱变一通，我会哭啊！你要看哪一个？你是说这一只吗？明白吗？安安，太多蛋好像也不好哎、欸。哎、欸，36块，好哎、欸，赚到了哎、欸。可以啦，怎么会不过关的道理勒？胶囊可以弹雕了吧？狐狸，进来吧。胶囊啊，你熊猫是小动物哦，哦也是啦。嗯，胶囊。差点没有罐头了啊！转掉对啊，我要转它。
所有相邻的飞。你说这一只哦，选它吗？它看起来好非肉食动物。所获得的钱，我要去。这个钱应该是可以了吧？这个钱应该没问题吧？我可以皮了吧？喂，问题是你确定是结束吗？哇，那看来你们对我还是很有良心的嘛。是不是换做别的主播，可能就换下去？有没有剑齿虎马上被他卖掉？他只要比剑齿虎早在前面就好，有没有？啊，剑齿虎直接被卖掉，不会卖掉哦。哦，他不会卖那个哈、哦，橘色的。哎、欸，可是不是技能是从左到右开始的吗？哦，所以不是这样子算的、哦。你看啊，现在才发动技能啊，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不啊，就是说罐头附的也不能过，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要关游戏了。虽然退款也来不及退了啦。啊！竟然是喜鹊！啊！好喂，过了相邻动物获得的前十加三倍相对应的量。鼠兔家族，他跳很多次嘛，我觉得他叫很多次啦。哎哎哎哎！兔兔贩卖机每天自动卖出。我不玩这款游戏了，怎么可以卖兔兔？他怎么可以卖兔兔？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卖兔兔？哎，等一下啦，靠腰啊！等一下，等。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路霸哦，占我一格哦，要这样子哦。返回小屋，好。啊，没玩具哦，好吧，那我不用回来啊。哎，兔兔好强哦。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哎一样。这什么？与兔兔相邻加三块钱，与其他兔兔相邻时有 10% 的繁殖，在草地上就有 10%， 30天后移除。哈，不行哦。你谁？睡鼠、笑鼠，这可以玩老虎了。你做梦吧你！你是不是在做梦？到时候你玩邪教羊的时候，我一定把你抓出来拿来献祭。跟你讲，竹鼠，
兔兔很会繁殖，怎么了吗？兔兔很会繁殖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啊。我怎么会不知道？与鸟相邻。没有啊，三天了都没有小兔子生出来。好啦，我知道还没啦。相同的繁殖，他说在草地上更会生，是不是？好，如果拥有，巢穴地块是什么？就是。啊，是这个吗？哎、欸，兔兔钱好少哦，这是拿来当饲料的哦！天哪、啊，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没有生啊，是骗我。我想看了一大堆兔宝宝呢，我没有出现。哦、有嘞，有嘿、欸，哇，好会生哦！与花之鼠或兔兔相邻，我主要繁殖一只。他是谁啊？鼠兔？你谁？变成杰瑞，啊，他这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啊？是缴完费，缴完房租之后吗？真的要吃吗？哇，我捂着眼睛了。啊，好残忍啊！全月晚安。怎么有这么残忍的游戏呀？啊，你走开！哎、欸。
老鹰还没出来。好的。哦。锁起来，我记得了，锁起来，下一阶段。哦，你是谁？每隔三天添加一个草地或水洼。好喂。小径水是卡在这个哦。那好像不用带有蹄动物了齁。哇。该选肉食动物了，真的哎，完了，怎么可以吃兔兔？对，我刚刚在笑这个，咬下去就说啊。他该不会吃鹦鹉吧？花生。啊。他在哭吧？我是不该再选的，再选下去的话，老鹰没有。老鹰呢？天鹅要过，转换。哎呦！哎、欸，没吃到，腰修滚的，怎么可以这样啦？太厉害了吧！不愧是兔兔。来看杰瑞，杰瑞是什么？叫这个吗？兔子谁那么诡异？我也想问欸。杰瑞，
等一下，太多次了吗？没救了吧？十二只大花栗鼠，花枝鼠，那是什么诡异笑声？你说我吗？哦，鼹鼠。哦，那嘻嘻哦，在生小孩的声音啊，这个就是生小孩的声音，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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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生了。嘿嘿嘿山羊卖掉吗？有用吗？现在卖什么？感觉 没差了吧？哎、欸，什么意思？大花之鼠。哦，卖了会有钱哦。我以为卖了就等于是丢掉哎、欸。哦。啊！我要赶快卖掉哎、欸，不然要被那只吃掉了哎、欸。有蹄动物，移除。啊！你是说它自动卖掉吗？啊？等一下，刚刚是说自动卖掉对不对？是不是在钓我？抱歉，你要赔我一个罐罐。哎、欸，杰瑞，怎么是你？怎么卖掉还有一个东西跑出来？杰瑞是哪一个？我刚是不是看到杰瑞啊？哦。我、哦、们那是提示哦，哼，好残忍哦！这游戏怎么那么恐怖啊？
哦，这出售是那个意思哦。嗯，天赋先拿，这样生一只加一块啊。抱歉，是刚刚是哪一个天赋？我选的吗？我没选。岁数，你 是没看？对，抱歉。好。你看一下鼠兔天赋，好，等一下，等他 hit 完。看一下哦，你说这个、哦、解锁猫头鹰，太狠了吧，都要吃我们这个吗？可是刚刚我刚是鼠兔天赋吗？刚刚不是鸟吗？我刚以为是鸟跟有蹄动物的哎、欸。哦，商店才看得到。好像直接重来比较快了哦。哎、欸，添加的动物会继承。卡皮巴拉，太可爱了吧！那卡皮巴拉也是会被吃的吗？这很不合常理呢，这不符合等价交换。大花子。224只，完了，老鹰泥，老鹰只吃绿色以下的，不是吗？好，我做笔记了。老鹰被兔子吃了，就说不要惹兔子吧。你看，我们疯起来，连老鹰都吃。羊根本长不大吧？这羊过了这么久，还是只小羊呢？这就是我们繁殖的力量。把谁蛋叼？蛋不叼了啦，没有钱，没有罐头啊。哇靠，他还踩在这上面呢、欸。太狠了吧！我的技能，嗯，我还没转化吗？我转化过了啊，放弃。好，返回小屋。确定，选择家族。哦，有提的。决定 MVP 是岁数，对啊，1600哎，来刷手抽，好啦。也要我刷得到啊！等一下啦，先兔兔开局嘛。等一下，怎么那么难刷、啊？这合常理吗？刚刚我们试一下就出现的吗？
好久不见。哎，仓浦安安，早安。各位，这是我们仓浦主播。喜欢的可以去追随一下，也没有到好久不见啦，其实比较常在看，哎，不是比较常啊，就是你不是比较常在 YT 开吗？对啊，都在那边看啦，只是最近有时候在图奇开台开太久，就错过很多东西，哎、欸，这样可以、欸，好了，就这样了。啊，开始我们新的一天，开始怀念图奇了，对吧？转化，没水啊。啊，我最近也回 YT 了，我想到会去那边双开一下。嗯，按错了，白痴！哎呀，我们应该要先生小孩的。请掉了哟，哎，还好有哎、欸，生要生，那、啊、这是什么？还有什么繁殖加2块钱，好喂、欸，生小孩还有钱赚，有什么比这更赚的？看一下天赋怎么看？对不起，在商店对不对？不要生气，不要伤，还现在看得到吗？不要生气，哪边有天赋可以看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再等5天。左下角那个区块好像是天赋吗？他不是说要看主那个吗？我怎么知道啊？啊，就位置很差，我就说我刚刚选错了嘛，不该先选这只的啊。我们都还没准备好，哎，完了，是不是要重来了？要刷了，刚刚有生小孩，有钱赚呢，好亏哦。哈，这开局好像不可能。啊、哦，没有，刚刚有小鸡，三只鸟。请问，这几率也太低了吧？啊，转化。哎、欸，嘴巴厉害吧？不够。
这是什么游戏？来，再贴。来，这是我的绿界王子。这个是可爱游戏。OK。什么饲料游戏？我也不想啊。这个吗？对啊，就这个啊，不是这个吗？这个我看到老鼠的我都会点啊。看效果。有差，他每回合他的天赋都会不一样吗？哦，添加。哦哦，所以弄到三级的话，哦啊，所以要存罐头按重置欸。OK， 懂了，反正给我生就对了。给我生，不生，就是不生。有了吧，有了吧，开始可以了欸。好了，开始养。来啊，谁要来跟我生？来啊。哎、欸，怎么只剩一个？干什么？这样嘛，对不对？应该是要这样子玩的，对不对？哎、欸，是草地吗？不是要选天赋哦，我误会了，是不是？哎、欸，不是啊，提高几率。我想说，天赋先拿，让它生烂呢。哎、欸，我们那天也是十几天就生烂了呢。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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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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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觉得我好不想要玩这种流派哦，我好难过。我死心痛啊。不要。自助餐欸，他应该是说你上一场中期兔兔天赋看就洗掉。
哦，确实啦。变天了欸，我应该穿外套了。欸，兔兔数量是不是会不够啊？等一下，兔兔数量好像不够啊。努力升，努力升，努力升，努力升。有了有了，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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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这款游戏可以不要让我吼吗？喉咙很痛哎、欸。对啊，你知道，其实，豚鼠的大便，蛮多动物喜欢的呢。再一只雪雕了你吗？感觉呢？购买，有了有了！哎呦，这好棒哦！啊，这个这个这个繁殖，啊。新的一天，啊，怎么11:30了？哇，升起来，升起来，升起来！哎哎哎，兔窝被灭了。香菱。兔窝被灭啦！新的一天，对，拼盘，这叫什么？全家统餐。点一只欢，我想要啊，但是，哎、欸，有了哎、欸，我想要点啊，但是喜鹊好像比较好呢。是吗？看一下，哎、欸，你看啊，五啊。
啊，我不能再养鸟了，白痴！这样兔子出不来。哦，不要来吃兔子了啦，吃老鼠可不可以啦？不吃老鼠啦，不要再吃兔子了。七，我是不是也该要拿这个啊？食量加一的话，我都想要拿欸。不行，萝卜。对耶，增加繁殖量哦。没事，我们几天后，六天后见。哦，好恐怖哦，好会吃哦，跳过。所以是萝卜跟草皮先拿。啊，可以可以可以，一只而已。谁说不会吃卡皮巴拉的？谁？哦，那个是谁？老鹰吧？对不起，对不起，道歉，道歉，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卡皮巴拉被吃啦！是什么东西？相邻的老鼠，每只加二。他吃几只？一只。啊，新的一天。弱化的剑齿虎，傻小，他是吃周围的吗？别啊！再撑一下可以吗？你没看到啊？我只知道说相邻啊。哎哎！呜呜呜呜呜呜！哇，这个游戏要吃喉糖欸。欸，他会吃到他吗？会。加一食量，我34只，我不敢点呢。啊，看一下。
哎，猫头鹰没出来，稳了稳了稳了，稳个毛啊！怎么还是小孩？屁啦！妈，生一下会死啊！啊，怎么没生？哈？我想说稳了，猫头鹰没出来，完了，这是直接吃全家统餐了吧？呜呜呜呜呜呜呜！我要先把猫头鹰删掉了啦，好恐怖哦！八星。真的爽吃欸，我要，我应该还有只雕不是吗？对啊，你好恐怖哦，新的一天，他很赚，不是，他快把我吃垮了，你看，来不及了，哎要倒了啦！哇，这边还没生到小孩欸，好亏哦。要卖了，现在减六只，卖什么东西？卖什么？肚子不够啦、啊，雕？为什么要卖雕？够啊！我只要有一场雕没出来就 OK 了、啊。六只兔子，可是你看啊，刚刚有吃到剩下两三格啊，所以我要现在卖掉吗？你们觉得嘞？啊，我就不用卖、欸。好啦，听你们会玩的人讲啊，不然你们脑中风，我也中风。啊，我直接转化就好了齁。不是哦，是猫头鹰吃太多了。睡熟。对吧、啊？转出大胃王也是节目效果啊！好像没救了哎、
哦，好像有救欸。还要再点吗？好像可以耶。胶水是干嘛的？我其实有看到啦，只是我不知道它干嘛用的。吃掉是吗？对不起，原谅我，没有下一天了。哎、欸、啊，我以为我现在养得起了吧？妈，雪貂嘞！各位再见了。我的貂咧，安心生育，对，两只貂，先休息一下，休太多天咯，再不吃的话我们的农场要倒了哦。啊！怎么又是完蛋了啦！鸟出不来了，雕出不来了。各位，我们下周目见。技能要哪个技能？卡皮巴拉。这什么意思？每次出场。将绝技以外，其他动物全部哦。杰瑞，啊，你叫我把它转掉是不是？要啦，要卖了，要卖了。哎、欸，杰瑞，这么凶啊、哦！这么凶啊、哦！好欸，因为杰瑞啊，他技能就是所有四维相邻啊。叫猫头鹰一只就好了，反正卖也没差吧。不会啦，怎么可能会灭？你看，安全了吧？
这钱不够了哎、欸，完了，休息两天，休息两天不行哎、欸。默默带走哦。报告又一段落，多干净，多干净。感谢莉莉丝的100小起点。猫头鹰。没中，输了。哎呦，原来躲在这里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最后还要这样是不是？这里抽成贵，对啊，感谢200小起点，感谢你清场，对，我被开除了，我被开除了，我们开始，怎么白痴游戏呀？怎么那么好玩啊？每天免费刷新小动物一次。确定。哎、欸，四个了，好哎、欸。哎，被吃还要被开除，好难过、哦。不是，要是没有休息的话，我们还有可能过哎、欸，有吧？好啦，我们就先停在这边了，我来休息了。没有、啊、是还好啦，精神状况在不可能在啦，没有要在一场了啦。觉得你们也会被我弄到生气。来，你们就继续，来继续，请继续。哦，对，我那个啊，没事，不讲了。哎，来说晚安咯，说晚安咯。那就从我才开始吧。小薇晚安，小子晚安，丽恩晚安，米奈晚安，米团晚安，旭叶晚安，冰蓝色晚安，雪莉晚安，软暖麻薯晚安。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瑞瑞晚安。哎、欸，你那个叫什么优什么泽吗？还是灾？不是，应该肯定不是灾啊。流星晚安，玉鹏晚安。晚安晚安。哇，哦，隔壁兔兔开台了。莉莉丝晚安，欸，泡芙晚安，泡芙买了没？快点，开完开完开完。欸，前面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只啊？刚刚应该选这只的齁，就是一直选那个雪雕上场。确定。优叶哦，好。晚安了吗？你才开始，你放屁怎么可能？你不用睡哦。啊，晚安晚安。关台，拜拜。